诶，死亡面具。哇，死亡面具，嘴好臭啊！啊，头上一样是啊、哦，一样是这个东西啊，没有什么异常之处。看这面具本身就很异常，哪里没有异常之处？嘴巴凹陷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好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完全死神啊！完全死神啊！好了，我们为了要踏上这个帮伏地魔寻找他的这个鼻子的这个故事啊，他的鼻子到底跑哪里去了？我严加的猜测啊，加以判断，我猜应该是 Jackie Chan 把他偷走了，不然 Jackie Chan 的鼻子怎么那么多个，对不对？好了 ，Jackie 的鼻子有几个？问我就知道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去看过？其实该去的都去了、欸，可是我们上次有拿了一个新的钥匙，新的钥匙不知道另外一个那个颜色的门打不打得开？那边还有一个红色的那个门嘛，走那边过去好了。看看啊，有人说月事啊，没有，那月事量有那么多吗？不过女生真的很辛苦啊，每个月都要一次，那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，好吧，各位观众，所以请不要在那个对你的女朋友这么的不体贴了。对不对？这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走、哦，上锁了。有什么东西啊？塞宾斯家族的徽章吗？哦，吓死我了！这里是啊，打字机的房间。好的，先存个档吧。检查组合吗？无法组合。对啊，没办法使用啊。风的图案，风之徽章，我猜应该不是用在这边的了。但是盒子的话，它可以按按钮，所以它应该是谜题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只是要怎么按呢？太阳跟月亮，然后他说阳光将唤醒着我，是不是？阳光将唤醒着我，爱心是太阳吗？所以我是要按太阳吗？啊、屁啦！粪便呢？眼睛、鼻子跟嘴巴啊 ，Jackie Chan，Jackie 的鼻子好多个。好了，那我们要不要小补一下？因为我现在觉得好像快死掉了。对啊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都是已经获得了三个面具哦，剩下一个风之徽章，我觉得应该是最后一个面具了吧？可是不知道去哪里用它、啊。风之徽章的这个。好吧，我看看好了，还有什么地方没去过的吗？那个房间锁住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最后可以去的地方也只剩下左手边。左手边那边我还没有去过啊，左手边还没有去过。应该不会有人趁机偷偷跑过来安安我吧？安安，这个视角真的超讨厌的啦，有点恶心。嗨，里面摆放的是一些清洁用品，散发出一股很刺鼻的味道。也对吗？男子房间的清洁用品不刺鼻也难啊，对不对？那、哦、我又进来了，这里看起来，哎，有油哎，大量的煤油。哦，还有色带，捡。有煤油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些旧家私吗？旧给西电池组，捡。哦。坏掉的散弹枪啊、哦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当中那个东西倒下来，其实如果说我们拿坏掉散弹枪的话，就可以跟它替换，对不对？哪有，居然是这样子啊！一些旧家私，好，这里呢，枪管钥匙，哦，已经全部开完了，丢弃。电池组。
有点危险的感觉。哎，什么声音？是谁在敲门？对吗？有人呢。科科，哦，拦上拦上拦上吧！秃头哥就这样子被烧死了。RIP 好吗？愿你安息。所以这个尸体真的很麻烦，如果你们头没打爆的话，你还要在那边放火烧尸体。哎，谁？谁啦？我先看日记，饲养员的日记。今晚安全部的怎么讲？斯克特、艾利亚斯研究部的史蒂夫打牌，史蒂夫赢得最多，我认为他出千了。你这个垃圾！好了，有人叫我去照顾一个新的生物，看起来像是一个被剥了皮的大猩猩。他饲养员的指示是说，喂他吃活生生的动物。我只好先扔了一头猪给他吃，他先好好玩耍了一番，先是扯烂猪的四只腿，然后挖出他的内脏，最后才整个而吃掉。大约早上五点的时候，斯克特叫醒了我，把我吓得不轻。他穿了一件防护服，也给了我一套，叫我穿上，还说地下实验室发生了一起事故。我早就知道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研究室那些混蛋没日没夜的捣鼓，就连假日也不休息。穿了这身防什么操蛋的太空服，皮肤越来越痒，我感到浑身不自在。该死的狗盯着我瞧，于是我今天打算不喂他们吃东西，饿你丫的啊！去一趟医护室吗？我的背都肿了起来，感觉很痒。他们朝我的背上贴了一个大胶布，跟我说不必再穿这些防护服了。我要做的就是睡觉。今天早上我发现我脚上面有个大水泡，最后不得不拖着一只脚走到狗廊那边。一整天狗都非常非常安静，这个现象非常的诡异。后来发现有些狗逃走了，也许是因为过去三天里我一直不喂食，他们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我。要是被别人发现，我就死定了。有传闻说昨晚有一个研究员试图逃出去被枪杀了，我整个人又热又痒，我一直在流汗。我抓下了手臂碎的一个肿块，结果一块烂肉掉了下来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烧已经退了，但还是很痒。今天很饿，吃了一些狗粮。好痒好痒，斯克特板着一张臭脸，于是杀了他，味道很不错，痒好吃。好，这就是痒好吃的日记。所以常常听到说痒好吃啊，这个出处跟由来就在这里啦。哎，安安，痒好吃，哎，是你，痒哥，痒哥是你，痒哥不要啊，痒哥不要啊，痒哥，痒哥死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放火烧死你，科科哦，痒哥，哈哈，痒好烧啊，被烧掉了，你有东西吗？电池组，捡。好了，那该剪的都剪了。哦，感谢订阅，哎，感谢订阅两个月啊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养哥就这样被烧掉了，真是易如反掌。门被卡住了，打不开。酒精的液体。床上有东西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哎，垃圾，一堆垃圾。这边没东西了。好啦，羊好吃，他好像吃了一堆药，死前好像非常非常痛苦挣扎。不过为什么最后会跑到衣柜里面呢？这个好像暗示什么？暗示了什么啊？出柜的意思吗？啊，从柜子走出来，出柜，飞机变成黄金，哥哥大弟弟。感谢我们的 SWEETY23558，感谢订阅。打开来说，通哪里去啊？哦。他们可以直接出来嘞，还不错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先走回去另外一个房间，还没开嘛，对不对？小房间，这里有点恐怖。哦，匕首，剪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上面刻着一行文字：眼中射出蓝光。
和黄光的老虎。什么意思？眼中射出蓝光和黄光的老虎，所以我是不是要捡那个蓝宝石啊？蓝宝，因为他说要，他就是眼睛会射出蓝光跟黄光嘛，我猜应该是要把那个宝石放到里面去，试试看好了。嗯，羊好定，好吧，羊就要订阅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寒冷的寒光，哇塞，那个窗外怎么会东西在摇啊？我可以不要过去吗？你看那个吗？窗外，安安你好，才不要理你嘞。好了，我们先走回去看看好了。好，有帅啊！好帅！哇！飞越天边成黄金 ，K U N T 零九一零，谢谢订阅。闪枪子弹。嗯。哎，就这样。还是我还差一个那个黄色的宝石啊？黄宝石的话，好像会转另外一边吧？对不对？算的啦，生气了啦，真的很生气啦，我整个屁都跑出来了啦。好啦，算这个地方了。我等一下他一定会冲出来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伸手指啊，咬我的手啊，给你咬啊，来啊。好，这边就是那个最后的房间了。这边有些植物啊。水缸上面的盖子是打开的，要开始灌水缸吗？先不要吧。哎呦，有蛇哎！哎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水缸吗？可能蛇会不会攻击人啊？很恶心哎！那蛇还是植物？植物吗？感觉起来像植物，所以我身上应该没有可以搞它的东西吧？红跟绿，离开。红色跟绿色吗？绿色可以。好了，我看一下，我觉得有风险。哥哥大弟弟，感谢我们的 NHISJIJI， 谢谢订阅啦。不要过来啊！好啦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先找一些东西啊？有点恶心，这里吗？化肥？哎，怎么进来了？哎，哇塞，是怎样？安哲啦，你安哲丽娜琼斯哦，哇塞，是怎样？打炮！打炮！哦，补个，哎呦，危险危险危险！化肥捡一个，爽，捡个补血药，算了，先别拿好，这边一堆补血药、啊，这边呢？这边很多煤油。危险危险！有人说为什么不换枪？这游戏就是散弹枪，好不好？还有这个榴弹枪，子弹都超级少的。你跟我讲要不要换枪？你以为这是那个《恶灵古堡六》吗？对不对？这是《恶灵古堡一》啊，大大。跑步哥不见了。好啦，在我们捡到之后呢，我们就直接回去对付那一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触手。奇怪呢啊、哦！没有买门票都乖乖旁边站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哎，化肥是这样丢的吗？不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黄金哥哥大弟弟，好，感谢我们的 C A N D I C E 七零，谢谢订阅啦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开红色还是要开绿色啊？
红色是往哪里？绿色是往哪里？绿色好像是往前面的。我先看绿色的好了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怎么？你们觉得如何？我觉得绿色的感觉比较可能性，是吧？啊，完了啊，完了完了，喷错了，不是啦，哎呦，绿草再见，再别康桥，不是喷错了，高潮，哎呦，烦哦。塞诺，啊，你这样，我的绿草都爆炸啦！啊，算了，猜错了。我觉得我不适合去当那个拆弹小组啊。犹豫一猜，红的、绿的、红的，哦，捡绿的，嘣，那就死了。哦，就是这个葬送这个一条宝贵的性命啊，所以告诉我们一些故事，就是，哎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我们先存档点存东西啊，先存一下。不过我觉得会不会是暴君啊？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一代就有暴君哎，等下会喷个暴君出来，打得过吗？会不会拿榴弹枪比较妥妥一点？因为散弹枪的威力打暴君好像不太够哎。来了，等一下，棺材者放风之徽章吗？有吗？不行吧。好的，那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终于要迈入啾啾的领域了啊！我只能用这个什么掌、什么指、什么波纹呼吸法，是不是？用这个波纹呼吸法呢啊，来进行对他一波攻击啊！开玩笑，我只要点了你的头，你头就爆炸了。这不是闹着玩的？这里吗？哎，这好像可以过去。哎，闪亮子弹，这么巧。坟墓不能调查，好啦，下去 battle 一下啦。啾啾安安，随着楼梯的越来越深入，我的步伐也开始越来越沉重。啾，哦，好啦。应该没问题吧？哎，果然是有人，是那个没有皮肤的怪物吗？哎，这么巧！哇塞，挺厉，陈柏霖，是你陈柏霖，爽啦，陈柏霖，哦哟！看一下啊，子弹快没了。我组合，我跟你讲，这是这个 Biohazard 123的 bug 啊，就是我知道这样组合的话，我就不需要 reloading 了。哦，陈柏霖，哎，死了吗？哎，死掉了，我还以为多强，陈柏霖也不过如此而已嘛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多强呢啊。哎呦，有东西吗？获得了铁石混置物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地铁变成黄金，我是大法师。感谢我们的860143328，谢谢你的订阅啦！哇，这个是祝贺型干爹啊，还是因为我会死掉？我跟你讲，你想的太美好了啊！好了，我看一下啊。这个徽章有什么用？
欸，背后有图哦，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有个符号吗？八角形上面有个符号，这符号能干嘛？嗯，真的不知道符号能干嘛啊！我知道在哪里了啦，我们刚才不是找一个地方，然后那个地方没办法过去嘛，会不会就是那里？所以他就是说什么，欸，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鬼的，然后才可以到那边去，在右手边吧，我记得没有错的话。好啦，我们瞬间前往那边看啊，应该是。